都是妖怪们的记忆哦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舒展筋骨，飞翔在天空了呢。随我来吧。 怎么了，小家伙？看你有点紧张呢。毕竟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嘛。哇，他们真的把月亮遮住了。但从阵势来看，确实很唬人。可我知道，他们只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家伙，也都是勇敢的好家伙。 结束的时候，既然心存不舍，不如你们也跟我一起念如何？身告白尘，镇魂之友，允我作主，引灯归途。 今晚念诵狐狸小姐秘传术法，就可以实现愿望。圣告白尘，镇魂之友，允我作主，引灯归途，巍巍神威，称皇称后。 游乐斋，你之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真的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哦。只是现在看着你们离开，我还是感觉有一点寂寞。嗯，就只有一点点而已哦。